前呢，我们在学校已经有学过2个步骤，给看看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？小朋友们还记得这一个步骤叫什么吗？这一个步骤叫单人旁，单人旁，单人旁。好，我们学过了单人旁，还有一个。好，小朋友们还记得这步骤是什么吗？这个叫提手旁。提手旁，提手旁。OK，我们学过单人旁，学过提手旁。OK，再来，今天我们要学2个新的步骤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的步骤呢，第一个是点点。提，点点提，好，这一个部首我们叫山，点，水，三点水，三点水，为什么？你看看一个、2个、3个。点点提，所以我们叫三点水。OK，再来，还有一个步骤，我们今天要学的呢是这个叫这一个呢叫木字旁，木字旁，OK，木字旁就是旁边有木的啊，那些东西可能也是用木做成的。OK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看这2个笔画。teacher 呢，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要学的2个步骤呢，写在了白板上。好，第一个，小朋友们开嘴巴读，三点水，三点水，三点水，OK，一个点，2个点，第3个是提，一二三，3个。好，这个空着的格子呢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写这个三点水，不是写这个呢，小朋友，不是写这个，这个不是写的，这个是让你们读的。Okay, 这一个格子呢是要写上三点水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写三点水，小朋友们把手举起来。OK，第一个点点提，好，小朋友们写在格子的旁边，因为三点水是在旁边的，OK，写在格子的旁边，点点从下面提上去，记得。再来一次，点点提，OK，这一个叫三点水哈，三点水呢，听到有水的字呢，都知道这是跟水有关系的。现在我们来看这边3个字，好，第一个字你看三点水，老师用红笔写，OK，这个字读海。水呀、啊，有对不对？大海的海，整片海洋都是水，很多的水，okay, 所以它有三点水，因为是有关于到水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字，河，河，啊，河流的河，小河的河，河有没有水呀、啊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它也有三点水。好，第3个字，制，制，这个是什么汁呢？果汁，啊，有没有喝过果
汁汤汁啊，就是汤，然后果汁 juice 啊，你们有没有喝什么 orange juice、apple juice 这个？好，所以它是不是也是水来的啊？所以是有三点水，还有什么是有三点水的字呢？流汗的汗，嘿，流汗的汗，啊，流汗也是有水，对不对？嘿，流汗的汗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小溪的溪，对，小溪就是比河流、比河还要小的。OK 哈，然后弯弯曲曲小小溪。OK， 还有湖啊，湖。所以看这一些跟水有关联的呢，它们全部都会有三点水。小朋友们，现在开嘴巴，再来读一次：三点水，点点提，点点提。哎，再记得在这个格子是写上点点提哈。不是写这个字啊，不是写点点提。OK， 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部首，叫木字旁。木字旁，木字旁。好，那这三个空格呢，我们是要写木字旁的，而且也是一样，同样的写在旁边。好，我们来看木字旁怎么写。横竖撇点，横竖撇点，横竖撇点。好，为什么这边是捺，这边是点呢？啊，笔者恩在板上之前都有讲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因为这边旁边我们还要写字，如果我们放捺的话，我们旁边就不能写字了，会跟这个离到很远。Okay， 看，如果我把木字旁这样子写，然后我旁边又要写字，它是不是离很远了？对不对？就很难写这个字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一边的捺呢，我们就把它换成点就好了啊，那么它就可以写过来靠近一点。OK， 那我们来看木字旁有什么字？好，第一个木字旁的字读板，板，板。好，这是什么板？这个是木板的板，木板的板，哈，木板是不是用木做成的？所以你看它有木字旁。OK， 第二个字树，树，树，好，这是什么树？树木的树。OK， 树是不是也是木来的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树的字也是由木字旁。好，来这个。第三个，象，象，象。好，这个是什么象？这个是相片的相，相框的相啊，就是我们放照片的。OK， 以前呢，放照片的那个框架呢，是用木钉的啊，我们用木做出来，做成那个框架的啊。只是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，我们有 plastic 的。啊，有塑料的，有玻璃的 ，OK， 啊，比较多了。以前的相框呢，像是用木做出来的 ，OK。那还有什么是木字旁的呢？来，我们来看，嘿，这个字小朋友们都写过，对不对？这个字。橱，橱，衣橱的橱，就是放衣服的那些橱。
或者放书本的橱，好，那些橱家具是不是用木做的？对不对啊？可能你们这些外表，你从外面外表你看不到，因为他们有粘了那个颜色，有些人橱是白色的，是吗 ？OK 啊，但是它里面是有用到木的，所以呢，啊，橱也是用木字旁，也还有呢。
再来这个字，好，这个字有三点水吗？没有。有木字旁吗？哦，有。那请问木字旁是什么颜色呀？对，木字旁用蓝色，什么呢？蓝色。OK， 好，那来接下去。好，这个字有三点水吗？没有。有木字旁吗？好，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呢就空着。OK， 那现在呢，弟兄们要给你们看练习单。小朋友们，这是你们的练习单。拿到练习单之后呢，写上名字，记得是华语名字，写上日期。OK， 好，那在这边呢，记得是写三点水，点点提，点点提，跟着这个第一个的写，啊，这一个字不要写啊，这个是读了 ，OK， 这些字是读了，不要写 ，OK， 在这边跟着这个第一个写点点提，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木字旁。啊，小朋友们呢就写木字旁，木字旁，木字旁，这个木木木木木木 ，OK， 写下面这个吧了哈，可以写在这边，后面的字不要写，上面的字也不要写。有些人写上面的字给我三点水，三点这样，不是哈，写旁边这个，旁边这个，旁边这个跟着它。好，下面这个呢，就是迪正恩刚才在白板上面教你们的，把三点水的字涂上红色，木字旁的字涂上蓝色。迪正恩只是给一行、两行、三行在白板，下面一行、两行、三行，你们要自己做，自己找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课就到这边，谢谢小朋友，拜拜。